2020至2024年理事会选举，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，由2015议会选出42位理事，这是会员们的选择，我们必须尊重会员的决定，不能再去纠结和争论不休。 会员们凭着他们的职位选出我们这批新届理事。表面上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阵营，但在许多会员的眼中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都是海南同乡，本该同心协力。 共同为会员谋取福利，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大业和努力。这个选举的成绩，时而遇见会员们不要看见一个分裂的雪隆海南会馆，而是要看见一个团结至上的海南会馆。 他们是要我们两派携手合作，同担共进。对于这个强烈的讯息，我们不能视为而不见、听而不闻，否则我们辜负了会员们给予的期望，就不算是一个称职的理事会。